前两天不是给你转了50万吗？你放哪儿了？啊，那钱肯定都放卡里啊。嗯，那你让我用呗。不是，你要用这么多钱干嘛呀？零花钱不够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着给家里添点啥东西，刚好下午出去嘛，拿着卡方便。不是，现在家里啥都不缺。你再说了，你要不我给你转点？不用，我就想用卡。你卡呢？卡谁现在出门还带着卡呀？卡在家里呢。刚好咱俩没出去，你去拿，我等着你。不是，咱都说好了着急出去吃饭呢，是不是？那改天再去买呗。你又不急着一会儿，你去拿吧，我就想用。快点嘛。不是，哎呀，那改天再用咋了？你非得这一会儿。你咋了呀？你今天为啥这么反常？不是你，我就等着你去拿一下咋了？我就要用。哎呀，卡没在我这儿，我借给我朋友了。你不，你借给你，你借了多少？我都借出去。啊？你说啥？都借出去了。都借出去了？50万你都借出去了？不是，你啥朋友啊？你为啥不告诉我一声啊？你这靠不靠谱呀？啥时候还呢？这么多钱了，你再这样啊，你行不行啊？你是啥人呢？我都没有见过你这朋友。不是，你说话啥意思啊？什么叫啥朋友啊？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有困难，用2天就还给我了。不是，人家有困难，你没困难啊？那天这么热的天，你骑辆车上下班，你借你朋友的车，你带我，为啥呀？我拿着钱干嘛？我拿着钱我给你买车呢。就别人困难你不困难？行，他不2天给你吗？我看他啥时候给你。爸爸，啊，你回来了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你不用给我道歉。我刚才说话你。那个，你别这样说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这样说的话，我心里会更难受。那你看人家哪个小情侣不吵架？吵完架不都还好好的吗？那以后我肯定有啥事都提前跟你说，不惹你生气了。嗯，其实我一直都相信你，我们以后也会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天天念叨的想不想龙虾吗？我给你买回来了。就是秋点凉了，要不然走，咱俩去吃现成的，走。那个算了吧，就这凉的也能吃，你都好不容易给我买回来了，咱不能浪费啊。凉了怎么能让你吃呢？哎，走回家，热热。